给老公倒一杯可乐。我也来点，省得你换来换去。再挤点芥末酱。造孽！算弄啥好吃的饮料？可粉。哎呦，还有可乐。弄那么多鸡蛋干啥？你能吃得完吗？啥情况？这是这样。这咋还自己抱着不松手了？我怎么吃？你吃不完。这吃独食的毛病是改不了了，看我一会怎么收拾你。舒服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今天喝不着那么好喝。叮叮叮，哎，到您了。今天我们喝的这一款是爆辣口味的哦。这个一箱里面有两桶的四十装，也有一箱里面六桶，也有一箱十二桶的哈。它里面是四个料包，分别是酱包、粉包、菜包，还有泡椒包，一个叉子，一个粉饼，开水冲泡开就可以吃。我们一般是泡20分钟，你看这分量是满满的，分量特别多。哦，大家居家呀，出去旅游呀，真的是必备的啊！开水泡开就可以吃。它这个粉饼的话，都是早稻米加山泉水制作而成的，想吃的话可以吃。老美味了，看爽滑劲道，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来，干个杯。干杯。干杯。你别笑。哎呦我的妈！